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 pulling。好，那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 image 呢里面的这个 patterns 呢，啊，我们人在看的时候当你今天这个 pattern 啊缩放啊，比如说缩小之后呢，那其实不影响我们人去了解这个 pattern 是什么。对，比如说这是一张 face，OK？、Okay? 好，好，那用一样的概念啊，我们就可以想想看，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让每一层这个啊 CNN 它 所做 convolution 完的这一个 feature map，那是不是我们可以一样对它去做 down sampling 啊，想办法把它压成二乘二？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不影响我们对这一个啊、呃、feature map 里面的 pattern 的了解的话，那我就不用在下一层，我就不用去 scan 四乘四的这个 feature map，我就只要去 scan 四二乘二的这个 feature map 这个 input 就好。 对不对？所以这样子的话呢，我就可以省掉 computation。OK，好，好，那怎么做呢？好，那通常的方法就是啊，我们在每一层的这个 feature map，就是你做完了这个 convolution 之后呢，好，你在后面呢，在每一层 feature map，每一个 feature map 的后面，你加一个 max pooling 的 layer。那这个 max pooling 的 layer 呢，其实啊，概念上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一样哈，就还好好像是你拿了一个 filter。 然后去扫这个 feature map，OK，、okay? 好，比如说我们这边用了一个二乘二的 filter，好，那这个二乘二的 filter 呢，就第一第一次呢扫这四格，OK，那第二次呢，好，可以扫这个绿色的，第三次呢扫红色的，第四次呢扫蓝色的，那每一次扫的时候呢，它把这四格里面的 max。 挑出来啊，比如说这个这四个里面最大的是六，把它摆这边。这四个绿色的里面最大的是八，把它摆这边。好，黄色的最大的是三，那蓝色的最大的是四，可以吗？好，好，那这边呢跟之前的 convolution 就不大一样。第一个，它是把它这个四乘四呢压到一乘一，对不对？我觉得红色呢原本啊，说说二乘二压到一乘，就是说。 比如说我我我每一个 filter 我在扫的时候呢，哈，我看到的是四个，对不对？可是我做的事情呢，不是对它做点乘，然后算一个 weight，不是这样的哈。我是啊、呃，直接 deterministically 的挑最大的出来摆这边，OK？所以没有 weight，好，我不需要认为就是就是 deterministic 挑最大的。好，那另外一个是啊、呃，比较不一样的是啊、呃，通常这个在扫的时候呢，啊、呃，它会有一个比较大的 s t r i e 的，这个 s t r i e 的指的是。 什么意思呢？哈，就是说啊，这个我在扫的时候呢，我跳了几格去扫下一个。好、啊，像我们之前 convolution 的时候，我们通常讲的这个 stride 是一。比如说，我们现在扫的是这四个。那如果 s t r i e 是一的话呢，我就往右移动一格，所以下面扫的呢是这四这四个，可以吧？好，可是如果 s t r i e 是二的话，就是我从红色这边呢直接跳两格，所以跳两格之后呢，就直接扫绿色的这样。 那往下也是一样，如果 s try 是二的话，我就往下跳两个，所以就直接扫黄色的这这四个这样子，可以吗？好，好，那啊、呃，通常哈，通常 max pooling 呢，哈，比如说你是你的 filter 是 k by k，那 stride 呢就是就是 k 一个这样子，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就是等于就是效果就是好像就是把啊我们这个这个红色、绿色、黄色、蓝色原本都是二乘二，就把它压成全部都是一乘一这样，然后把最大的子挑出来。 好，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好，想想看，如果今天这个 feature map，我们刚刚讲过 feature map 在深层代表什么意思，在从第二层以后它代表什么意思？代表的是这个位置有没有这个 pattern，对不对？那假设这是某一个 filter 扫出来的，那某一个 filter 是 detect 一个 pattern，所以它就告诉你说啊、哦，在 image 的这个位置有没有这个 pattern，或是有这个 pattern 的程度是多少，对不对？ OK，好，好，所以你想想看哦，如果我今天照着刚刚的 max pooling，然后 t r y 是二，好，然后这个这个这个 filter 的 size 是二乘二的话，我得到这个这个图，对不对？那这个图跟这个图告诉你的事情是不是蛮类似的、啊？这个图告诉你的事情是哦，这个红色的这个这个部分，这张图片的右上角呢，哎，有一个地方还蛮能够 activate 这个 pattern 的，对不对？ 这是 activation 嘛，所以告诉你说，哦，这张图片就是原始的图片，在这个位置，在红色这个区区域里面呢，还蛮能够 activate 这个 pattern 的。那这个二乘二的告诉你，也是这个这件事情啊，就是在左上角呢，它告诉你，诶，这个 pattern 很能够被 activate。那右上角也是一样，告诉你说，哦，这个右上角的地方呢，还蛮能够被 activate。那这个也是告诉你一样的事情，对不对？那下面告诉你，哦，这个可能这个 pattern 的在左下角呢，比较不能被 activate。那 这边二乘二告诉你也是一样的事，好，同样的道理，在右下角呢，它告诉你是 A 还中等这样子，好、哦，那这边告诉你也是中等，知道意思吗？所以其实啊、呃，这件事情啊、哦，就是我如果在每一层我都做 max pooling，那我得到的就是我把这个这个图片，然后就这个 activation map 呢变小了，所以我下一层要 scan 的对象变小了，但是呢。 相对的那个 activation 那个 map 的意义，就是或者是说 how it looks，就是说它看起来的长相好像没有什么变，就是就跟我们在看原始图一样。虽然你这个图已经被压成二分之一了，对不对？但是看起来没什么改变。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觉得看起来没有什么改变？因为就是这边有一只眼睛，这边也有一只眼睛，所以这边有一个 activation，这边也有一个 activation。 OK，这边有嘴巴，这边也有嘴巴，对不对？在同样的位置，好，相对的就是这个 relative 的 position 啊。那你会找到这边有嘴巴，这边有嘴巴。那一样的告诉你，比如说这边呢有三，这边也有三，这样可不可以？好，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它用的概念呢，其实很像，就是说我在是不不要把这个 pattern 的 activation 哈的相对位置做大幅更改的情况下，保留尽量保留。 它原本的位置的前提下，把这一个 activation map 缩小。那缩小之后呢？我在越深层呢，我可能就可以用越少的 neuron 哈、啊，去学到类似的这个 pattern 跟 pattern 之间的相对位置，就不需要看看得那么精确了。 OK，可以哈，好，所以啊，基本上简单一句话讲，就是 max pooling layer 呢，downsample 一个 feature map，就是 deep layer 的 feature map，without significantly changing how the y l o o k 就跟我们 downsample 这个 input 的这个这个 pixel 是一样的，可以吗？好，只是这边呢，这个值代表的是 pattern。OK，好，那好处就是它可以 reduce 在深层的 n e u r o 所以 speed up 这个 scanning，好，或者是你所谓的 computations。 好，那这边同学可能会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说，哎，老师，那那要做到这个 down sampling，那其实不见得一定要做 max 啊，对不对？我一样做 pooling，哈，一样做这个这个 pooling，就是我我用二乘二的 filter 去 scan 它，然后 stride 是二，但是我可可不可不可以做一件事，就是我把这四个呢，不要取 max，我取 average。 可以吗？好，比如说就是我我这边留的值呢，是一加一加五加六除以四这样。我可不可以做这种所谓的 average pooling 呢？好，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好，但是你要知道，好，这个他们在这个物理上，或或者是在逻辑上的差别。好，他们差在哪里呢？好，你想想看啊、哦，在深层呢，如果你今天的目的好是要让 CNN 去 detect 有。 还是没有 pattern 的话，那你觉得 max pooling 跟 average pooling 哪一个比较好？比如说我要 detect 是左上角有没有任何一个位置啊出现过某个 pattern？OK，、okay? 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那可能 max pooling 是比较好的，对，因为 average pooling 的话只会告诉你什么，只会告诉你，只会让这些一跟这两个一呢去。 拉掉这个六的这个值，对不对？所以这个这个值一定比六小，你懂我意思吗？但是那这但,但是你要想想看，这是不是你要的？知道意思吗？所以如果这个是你要的，好，对你的比如说你的 classification 这件事是好的，那你就用 average pooling。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好，那就用 max pooling。知道意思吗？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假设你今天的 classification 好，你是要去 detect 说啊，这个 image 里面有没有？ 啊、呃，这个边边角角，或是有没有某个 texture？那这个边边角角或是 texture 呢？其实你会仰赖什么？仰赖某一些特别的 pattern 啊、呃，比如说直线呐、啊、转角有没有出现过，然后可以帮助你的 classification score 啊、呃、predict 的更好，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你会希望你的 CNN 去 d e t e c e 是有还是没有 pattern 好、呃，比如说在左上角有还是没有出现过转角这个 pattern？ 那这个时候你应该用 max pooling，知道为什么？因为你用 average pooling 只会让左上角的这个 signal 了变得比较这个稀释掉了。OK，好，但是呢，如果你今天你要 detect，你你今天做的 class p o o l i n 是仰赖于说，哦，我希望 CNN 呢去 detect 一个 local 的 pattern。这个 local pattern 呢，代表是那个 local 的那个 region 的 brightness 或者是 c o n t r a c t 啊 b r、er、i g h t n e s s 是它的亮度，啊 c o n t r a c t 是它的对比度。好，但它还是 local 的。 OK，但是你想想看，一个 local 的区域的亮度，我们我们怎么描述一个区域的亮度？你不会说一个 pixel 很亮就很亮，对不对？你会说哦，这个区域的平均的 pixel 大概是偏亮还是偏亮？所以我可以描述说哦，这个这个这个 region 好、哦，它是偏亮还是偏暗，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有你的前一层 detect pattern 是亮度，那这个时候呢，你这一层你希望 detect 呢是 brightness 的话。 那、哦、就是这个区域，比如说左上角这个区域啊、哦，它的亮度是多亮？那你可能就不会希望看到说，哦，有一个 pixel 很亮，或是有个 pixel 很暗，我就说它很亮很是啊，你应该看一下说，哦，这四格平均起来那是多少？那可能比较能够代表亮度这样。OK，好，所以如果你的 classification 是仰赖亮度啊，或是这种 c o n t r a c t s 啊，这种需要多个这个附近的 region 呢，多看看啊、哦，然后做 average 的话，那那这个时候你用 average pooling。 那这个时候就会比较好，可不可以？好好，所以我这边呢，试着用很简短的一些例子呢，好，带着各位去 motivate 一下，就是、说啊，什么时候该用 max pooling，什么时候用 average pooling，好吧好？那这个没有绝对，啊，这个没有绝对，只是说，通常我们在做一些比较是，比如说 pattern recognition 啊，或是 image object detection，或、啊、这种，或者说，或者这种这种 image 的 classification，但是那个 image 呢，是啊，比如说一些照片的时候。 好、哦，那这个时候你通常会比较希望的是啊，借由这个 classification 可能是去 classify 到底是车子啊，还是人呐、啊，还是这个动物啊，哈、哦。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仰赖 CNN 的比较能够 detect 一些 pattern 的存在性，这样子。好、哦，那这当然你今天 detect 一些 texture 啊，或者一些 pattern 的存在性的话，那这个时候啊，应该说 edge 或者是 texture，好、哦，那这个时候呢，那你可能就用 p a x pooling 啊、哦，会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这样子。 那啊、呃，我们现在既然加了一个 pooling layer，在每一个 activation 啊、呃，每一个 convolution 的后面，好，那这样子的话呢，啊、呃，有些同学可能问说，哎，老师，那那这个 max pooling 的 layer 我怎么做 backprop 啊？好，怎么去 train 这个 network 是有 max pooling layer 的？因为 max 我们知道它的 function 呢，其实是那个 differentiable 的，对不对？好，好，那啊、呃，这个呢，啊、呃，各位回想一下。 好，好像跟我们在这个 max out network 啦，或者是抓爆 network 好像有点像，对不对？好，对，没有错，跟你想的一样。好，所以这个要 backprop 也不难，其实基本上就是说，如果今天呢，好，我有一个 max pooling 的 layer 加在一个 feature map 的后面的话，啊，那这个时候我 forward pass 的时候呢，啊，如果今天是假的，假设我的 feature map 是这个样子。 好，然后我要对它去做 pooling，然后得到这个 pooling 的结果。好，那我们知道的是，比如说我们做 max pooling 话，那这个会是最大，这个会是最大，这个会是最大，这个会是最大。那我就把最大的值把它记起来，把这个 index 记起来。好，然后我在 bad prop 的时候呢，好，我 bad prop 回来的时候呢，那我就让这个一点三就直接 flow，就是把这个 index 呢对应，好，看一下这个 index，你就把这个 error signal 了，直接啊流回去。 这个地方叫，其他的就是零了，可以吗？好，那这样子基本上我就可以 train 这个 CNN c 有 max pooling layers，好，这应该不难。好，那这边比较要注意的是这样子哈，就是说我们刚刚讲说 convolution 呢有一个好处或者有个特性，就是说一个 convolution 的 feature map 基本上它是 equivalent to input translation，对不对？ 好，但是呢，要小心哦。如果你把这个 feature map 呢，在后面加了一层 pooling layer 之后呢，那它就不再是 equivariance to, to translation，它会变成是 invariance to translation。什么是 invariance translation 呢？意思就是说，啊，如果你的今天你的 input 啊被 translate 了，那这个时候呢，max pooling 的 output 可能不会动太多，它变成 invariant。 哦，他没有办法感感受或是感知到音谱已经 t r a n s l a t e OK，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好吧？这是一个一 D 的这个 convolution，好，的 output activation map 好那假设我在这个一 D 的 feature map 上面呢，好，然后加了一个 pooling layer。好，那我们来看假假假设这个 pooling layer 的每一个这个 neuron 呢，它是从下面三个临近的这个 neuron 呢，好，去看最大这样子，可以吗？好，所以。 这个的值哈，假设是一，这个的值呢，零点一，一，零点二，那最大就是一，对不对？那这个呢，这三个一，一，零点二，零点一，最大还是一，对不对？那这个呢，假设是零点二，OK，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把 input 哈，假设把 input translate 一下，那这个 feature map 这边也会 translate，对不对？因为它是 equal equivalent 啊，所以假设它 translate，比如说它往这个右边呢，统一一格，所以零点一往右一格，变到这个位置。 一变成这个位置，零点二变成这个位置，好，那这边补零点三，假设是这样子，OK，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output，还有就是 pulling 的 output，你会发现呢，你算的时候呢，好，然后变成零点三一一一一这样子，OK，下面我们看到它往右移格之后，这这下面这一排跟这一排有没有任何一个位置是一样的？ 这边是零点一，这边变成零点三了，对不对？一变成零点一，零点二变成一，零点一变成零点二，没有一个位置是一样的，right 啊？因为被 shift 了啊。但是你看上面做完 pooling 之后啊，四格里面有两个还是一样的，有没有发现？OK，所以就是说上层做完 pooling 之后呢，它就对于这个 input 的 translation 就不是那么 sensitive 了。 因为它有点类似，就是说，比如说这一个 new，它就是看这三格里面最大的，对不对？我管你这个一、e、是在这个位置还是在这个位置啊，对我来讲都是一、e,。所以下面这边在移的时候呢，只要移在三格之内的话，上面是不会变的，这样知道意思吗？好，好，那你说，那这个 raw feature map 就是从这个 convolution 出来的这个 raw feature map 是 equivalent to input translation。那 max pooling 呢出来的这个 feature map 呢是 invariant to input translation。那这个这个 对于 learning 来讲，有什么 impact 啦？其实是有的哈。我们常常会认为说，这个 CNN 的表现非常好，它是不是其实就跟人脑是一样的呢？哈，其实如果你今天你的 CNN 呢有 max pooling 的话，那其实跟人在看这个 pattern 哈，其实会有还蛮大的差别的。好，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哈，比如说你是人对不对？那你要辨识这两张图片，OK，这是两个 input。 然后你要回答说这个是不是一张人脸？好，那你当然会说，哎，左边这是一个人脸，对不对？可是右边呢，一定不是嘛，因为怎么可能眼睛跑出去，嘴巴会在这个位置呢？对不对？好，但是呢，CNN，如果你有用 max pooling layers 的话，好，那它会告诉你左边是人脸，右边也是人脸。OK，为什么？因为 max pooling layer 呢 c r e a t e input。 Translation 的 invariance，所以眼睛呢移动了一段距离之后，嘴巴移动一段距离，鼻子移动一段距离之后，其实 CNN 它不 care 的。有 max pooling 的时候，它不 care，它 sense 不到它的 activation max 不会变的，知道意思吗？所以你喂它一张这样子的图呢，它可能还会告诉你它是人脸这样子，可以吗？好好，所以你会知道的是说，如果有一个 max pooling layer 好在里面的这个 CNN 呢。 他在做这个这个这个 pattern detection 的时候呢，他是比较仰赖这个 sub pattern 好，或者它里面的这个这个 features 呢有没有存在？比如说我要 detect 人脸，那我就只看看说在一块相似的 region 里面有没有出现眼睛、鼻子、嘴巴，有的话都有出现啊，有眼睛且鼻子且嘴巴，好，那就叫做人脸。可是他不会管这个眼睛。 是不是在嘴巴的上面？鼻子是不是在眼睛的下面？他不管这个，他只要看有跟没有就好，可以吗？好，所以你会知道是，CNN 其实跟人在做这个 pattern 的这个这个 detection 呢、啊，哈，其实还是啊、呃、有个差距的。好，好，那 luckily 是啊、呃，对于蛮多的 image task 来讲呢，哈，光光就是去 detect 这个 image 的这个这个这个 pattern 的 by 看看 sub pattern，啊，就是上一层的 pattern。 在这个相相类似的这个位置里面，有还是没有出现，这样就够好了。就是这样就可以做到很好的 performance，这样子。OK 好，那如果呢，你去看看它的好处跟它的坏处。比如说它的好处呢，是我做 max pooling，那我的 neuron 呢可以大幅减少，所以 training 速度加快。好，那坏处呢，就是说啊、哦，我有一个 input 的 imbalance，所以在某些情况之下呢，可能没有办法像人做的那么好。但是 accuracy 呢也不差了。那这个时候呢？ 在很多时候，其实啊、呃，其实选择前面就是我加了 input 的这个路，其实是比较在某一些 application 还是比较经济有经济效益的，因为至少我还 train 起来这样子。OK，好，那并不是说加了 max pooling 的就一定会好哈。这边同学要注意一下，max pooling 其实它其实是一个 tradeoff，就是说它代表的是说，哦，我借由让 CNN 呢比较 care 这个 feature 有还是没有。 而不是让他那么去 care feature 之间的相对位置，那借由这个 compromise 啊，借由 relax 我我的这个这个这个 detect 的这个这个能力啊，然后去换的比较好的 performance，可以吗？ 那当然啦，哦，你说 max pooling 不见得好，哦、那有有没有有些情况就真的 max pooling 就会搞砸这一切呢？哦，当然有，比如说，如果你今天要做的事情不是只有做 image classification，不是只有看说啊、哦、是不是人脸，哈、哦，那人脸的话可能有鼻子、眼睛、嘴巴，那那其实说不定就是人脸，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要做的是 segmentation，OK，、okay, 什么是 segmentation 呢？就是说啊、呃，这我们后面会讲哈、哦，不过我们这边就很快看一个 example，就是说，这边给你一张图，我要把车子。 啊，便是说里面有车子，而且车子的位置要把它框出来，这样。啊，里面有行人，我要把行人的位置框出来。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要可以让 neural network 呢 output 这个框框的话，哦，说这个车子的框框的话，其实你就没有办法，好，这个让这个 CNN 呢是这个这个有太大的这个 input i n v a r i a n c e 对不对？啊，因为它要能够学到这个。 真正的 object 或者 pattern，它的位置 exactly 是在哪里啊？所以这边就有一些变形啊，比如说啊，这边有一些特殊的 p r o l i n g 好，它其实是某一种形式的这个 weighted average pooling 好，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特别适合在做 image segmentation 啊，这个是这个是啊、哦、某种特别的 pooling，然后用在这个很有名的这个 segmentation 的的的这个这个 algorithm 啊，叫做 mask RCNN 里面用，好那这基本上是一种 average pooling，它是 weighted average pooling 好，用那一些一些额外的这个这个这个 s i g e information 好，那去去做到比较好的 pooling，就不是 max pooling。 那也有另外一些这个这个 researcher 呢，好，那就试着要 fundamentally 的去 design 一些新的 CNN 的架构，好，比如说像啊这个 j e f f r e y Hinton 啊，哈，这个、啊啊、这个、这个、Godfather of 这个 Neural Network，哈，他啊最近就在二零一八年，好，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八年啊，就提出了一个叫做 Capsule Net 这个架构，好。 那这个细节我不不讲啊，不过他不过他他就是试着要去解决这个 max pooling 呢所造成的这个 t r a n s l a t e invariance 的问题，这样子。好，所以啊、呃，这种 capsule n 比较适合用在哪里呢？比如说，如果你今天你用在啊，你 train 这个这个这个 neural network，好、啊，在这个 object detection，但是呢，你只给它某一些 angle，比如说都是正面。那在 test time 的时候呢？ 你给他的 image 呢，一样都是这些 class，但是呢是这些 class 的侧面，甚至是背面。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可以 demo 说，OK，好，那有一些新的架构呢，可能比较适合这种 task。原因是因为啊、呃，如果你今天你有用这个 max pooling 的话，那你看的是那些 subpattern 有跟没有，对不对？好，可是我们看看这个飞机，比如说飞机，你如果看正面的话，你可能看不到机尾，对不对？好，所以你就会看到说啊、呃，两个翅膀。 加上一个挡风玻璃，好，那这个就叫就叫做飞机了。OK，好。可是当今天飞机转到侧面的时候诶，那个翅膀不见了，可是尾翼跑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翅膀不见，尾翼跑出来，哎，那以这个 subpattern 有跟没有来讲，它就不再是飞。如果是有 max pulling 的话，那对 max pulling 的 CM 就不再是飞机的，对，因为翅膀不见了，然后尾翼跑出来了，知道意思吗？好。可是呢，如果这个时候你可以认到。 一些这个 object 跟 object 之间的相对位置的话，比如说你可以保持这个 equivalence 的这个特性的话，好，那你会不要知道说，哦，这个翅膀呢不是不见了，翅膀的位置呢，它虽然虽然变短了，但是它啊两个翅膀的中间还是有一个挡风玻璃，好、啊，或者是说相对位置呢没有变太多，那这个时候这个有一个新的尾翼跑出来，好、啊，它可能还是可以 recognize 说它是比较像飞机的。 这样子，原因是因为飞机原本那些 component 相对位置呢，哈、啊，可能没有变太多，这样子，OK，好，好，那这个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看这些 papers，哈、啊。 好，那在啊、呃、结束这一节之前呢，好，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练习，好不好？我们现在已经学过 convolution layers 跟 pooling layers，哈，好，所以各位呢可以开始这个这个写 code，哈，就是我们之后这个 lab 呢会带各位的操作，实际上呢去去 implement 一些，或者是去去使用这个 TensorFlow，啊、哦，去堆出你自己的 CNN 做做一些 image classification 的 task。 好，那这边呢，你要很清楚的可以知道说，呃，当我今天有一个 CNN 的 architecture，比如说像这个样子的时候，在每一层呢，啊、呃，我会有多少的 weight？那我的 output 的 neuron 会有多少个？好吧，好、呃，这看起来很简单，可是有时候你对初学者来讲呢，可能会啊这、呃、个眼花缭乱，的。所以我们来带大家来来来 go through 一次，好不好？好、呃，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CNN 的 architecture、呃。哈，假设啊、呃，这个 CNN 的 input 呢是二五六乘二五六的 image。 好，那它是 color image，所以它有三个 channel。OK，所以 input 呢其实是一个 tensor，好，二五六乘二五六乘以三的 tensor。好，那假设第一层的 convolution 呢是 k 是四，好，就是它是四百四的 filter。那总共它用了十六个 filter，它去 detect 了十六个 pattern，然后用 zero padding。OK，然后接下来呢，这个出来的 activation map 呢接一个 max pooling，啊，这个 max pooling 的 filter 是四百四，然后 t r y 的是四。 好，然后呢，convolution 再接一个 convolution，好，然后一样，k 4四，zero padding，那有三十个 filter，然后接一个 max pooling，一样 k 是四出来的是最后呢，把这个 activation map flatten，然后做一个 fully connected layer，好，然后最后接一个 output layer。好，那我现在问你，就是每一格，啊，这个每一个 row，啊，基本上都是一层，对不对？好，那每一层做完了之后，在这一层里面有多少个这个 weight？好，那 output 呢，有多少个 neuron？ 好，各位同学呢，不妨试着自己呢先动手算一下，好不好？好，那我们就来一层一层看，好，好，所以从 input 进来呢，好，如果今天我是四乘四的 filter，然后有 zero padding 的话，我们先来看看 weight，好，那每一个 filter 它的 weight 就是四乘四乘三，对不对？因因为它是一个三 D filter，好，它的深度是三，它要。 还要 see through 整个 channel 对不对？好，那我总共有几个 filter 呢？有十六个 filter，所以我的 weight 有这么多。OK，好，那扫完了之后呢，有多少个 neuron 呢？或者是 unit 呢？好，那基本上如果有 zero padding 的话，我们假设呢，扫完之后的宽跟高还是二五六乘二五六，就是每一个这个 activation map 呢，它的宽跟高都还是二五六乘二五六。OK，好，那因为现在有十六个 filter 了，所以呢，它变成二五六乘二五六乘 十六个钱了，对不对？好，好，那这个 activation map 的经过了 max pooling 之后，好，那这个 unit 剩下多少？因为 k 是四嘛，对不对？就四乘四，好，然后这个四乘四，然后把它缩成一个，对不对？所以边呢就除以四了，对不对？好，那 stride 是四嘛，所以边除以四，所以就是变成六十四，六十四乘以十六。那这个 max pooling 有没有 weight？ 没有 weight，因为每个 stride 在扫的时候呢，它里面怎么挑出那个 max 的值呢？是不需要用 weight l e a r n e 对不对？它、就是个 deterministic algorithm。OK，好，所以你可以看到 max pooling 呢做完之后，哎，我的 n e w r o n 的个数就减小了，而且我没有新加新的 weight 出来，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呢，我 feed 到下一层的 convolution layer。 好，那这个时候呢，因为呢，我上一层的 channel 数是十六，对不对？好，所以在下一层我的 weight 呢，好，一样 k 是四的话，就是四乘四。但是因为我上一层是十六，对不对？所以在这一层呢，我 see through all channel 的话，我的 filter、呃、的 channel 呃和这个那个、那個、那个 see through 的那个 channel 那个 dimension 要多少个位？要十六个位。所以我的 cube 呢会变成四乘四乘十六。 那我有几个 filter 呢？我有三十二个 filter，所以你 total 的 weight 就是这么多。好，那扫完了之后，我会有几个 neuron 呢？好，那一样，假设有 zero padding 的话呢，宽跟高不变，对不对？但是我这一层有三十二个 filter，所以我就会有三十二层的这个这个 feature map 把它叠在一起，所以剩下的 unit 就会是六十六十乘三十二。 可以吗？好，那我再带一次 max pooling。假设 k 是四 t r y 的4，四，那基本上就是把这六十四乘六十四呢除以四，对不对？就是变成十六乘十六。那 channel 数不变啊，也没有 weight，可以吧？好，那 flatten 做什么事呢？flatten 其实就是把这六乘这个十六乘十六乘三十二的这个 cube 呢拉成这个八一九二，就是这个乘起来的值的一个长长的 vector。好，这边要注意哦，我把这个值呢拉开了，就拉成一个长长的 vector，其实我就失去了。 每一个 activation map，它 location 的资讯，可以吗？比如说，在第一层十六层十六层一里面的三乘三有一个 activation，它是九这样子。好，那你会知道的是，它在十六乘十六那个 map 里面，它在三乘三偏这个左上角的这个位置呢，好，可能有一个 activation。可是你把它拉到八一九二之后，它就失去了这个 information，它把它当成一个长长的 a e t 而已 OK，所以从这个 layer 之后呢，就没有 location information 了。 好，那这个 flatten 的动作需不需要有 weight？不需要有 weight，它只是把这个东西拉 reshape 而已。OK，好，拉成一个 vector。好，然后接下来接一个 fully connected layer，我要做 classification。OK，好，那这个时候呢，fully connected layer 这一层会有几个 weight？啊，或者几条 weight？那就是假设这个 fully connected layer 呢，你最后要 predict 是十个 class 的话，那你在这一层你的 output neuron 如果是十个 unit 的话。 那这个时候你的 weight 就是8一九二乘以十，对不对？好、啊，这个跟之前是一样。那我最后再加个 output layer。那 output layer 的话呢，unit 不变啊，就是 neuron 不变，那是没有 weight。啊，那是个 icity, 这个 deterministic 这个 output 的这个 soft max 的 output，啊，那就算出来了，可以吗？所以是你啊不同层的 number of weight 跟 unit。 对吗？好，那这边同学务必要可以了解这个这个是怎么算出来。好，那这个你在 coding 的时候呢，在使用那些别人 implement 好类的时候，至少你在设这个 problem 的时候不会搞得这个头晕脑胀的。